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下午好。现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阿爸天父，敬拜我们的主耶稣。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朗读宣召经文，诗篇95篇1到7节。一二，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下面是诗歌敬拜时间。神仆人摩西的歌。生在
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以色列的圣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牺牲自己，他是神羔羊，他是弥赛亚，他是和平之君。我们的主耶稣已复活，现在在天父的右边。我要跪下来敬拜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唯一的真神，宝贵耶稣，和平之君。让自我衰弱，让你
掌管我的一生，掌管我的生命。亲爱的主啊，你是配得一切的权贵尊荣颂赞荣耀，你就是以色列民族所盼望的弥赛亚。在这末世之时，让更多的以色列人认识到耶稣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亲爱的主啊，我们时刻的警醒祷告，盼望着你再次的到来。哈利路亚。4-5节，求你听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啊，让圣灵充满这里，充满每一个这里的人，每一个正在观看直播和正在观看视频的人，让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让你大能的翅膀保护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你的心意，让我们完全献上自己，聆听你的声音，让我们深深地来爱你。
更深地渴求主认识你更多，进入水深之处，我心炙热燃烧，只为爱你倾倒一切，敬拜
观看直播和看视频的人的家中。当圣灵医治你，更新你，坚信主大能翅膀的保护，仰望交托主，在这非常时期，让我们更坚定地依靠主，仰望主。感谢赞美你，你是配得我们敬拜赞美的。让我们学会放下自我，放下自己，圣灵运行，教导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放下我们心中的负担，一切交托给主。非常时期，让我们加增信心，坚定不移跟随我们的主。哈利路亚。高举我的双手，圣灵来充满我，更深地渴求主，认识你更多，进入最深之处，我心炙热燃烧，只为爱你倾倒一切敬拜你，来我进入更深之处，带我进入。
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阿爸天父。主啊，我们感恩赞美你，在你的同在当中实在是好的无比。啊，诗篇42篇，啊，42，诗篇42篇是讲到我们的心要如鹿来渴慕溪水。是要来寻求耶和华的面，主啊，我们的心要来寻求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的祝福。是可拉后裔的训诲师教育令长，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来切慕溪水。天父，我们在主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感恩主，愿你的江河永流，充满。愿主的江河来充满。以赛亚书58，神要使我们是成为在宴日之处是一个浇灌的这个院子。以赛亚书58章，从第11节，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院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奉主的名祝福我们每一个，现在是在一个非常的时间当中，外面有好多的影响是临到地面的人，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祷告主的氛围包围着我们，使我们是像是一个浇灌的院子，像水流不绝的泉源，是来浇灌充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灵，充满我们的全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蒙主保护的，是得浇灌的。哈利路亚。而西亚书，感谢主啊，尽管就是出现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和西亚书第6章第3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切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啊，我们感恩啊，因为我们的主的确是什么，来浇灌充满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天父，我们愿你出现如晨光到我们的当中，我们所持守的应许，愿你亲自的来出现，使我们心满意足。你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祝福这个成立在我们的当中，祝福我们的田地是受浇灌的。哈利路亚。还有尽管出现呢，诗篇六十五篇，从第9节，主啊，我们宣告，我们也祷告，你是眷顾了地，你是降下了透雨，使我们的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利瘠，让甘霖使地柔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我们赞美主，我们欢迎接受从主而来的浇灌，这是主而来的浇灌，充满我们的田地。在这一个需要神的浇灌的这个时间，奉主的名浇灌充满。主啊，愿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戴在我们的头上，愿我们的路径都抵下自由，在2022年也是如此。
敌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要欢呼歌唱。我们要歌颂敬拜赞美荣耀的神，你是配得一切的称颂。全地当向耶和华神来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而且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我们宣告在今年，仇敌必要天土，而要向主下拜。诗篇72篇，从第8节。我们也为到整个的这个加拿大来祝福祷告。诗篇第72篇第8节，我们宣告主耶稣基督要在我们的当中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南海，从大河直到地极。我们宣告是住在旷野的必要在他面前来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天土。第10，他诗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拆主你的话进到我们的氛围，进到我们的国家，进到一切我们所有的环境当中来运行，来运作耶和华神的旨意。愿你的天国的治理奉主的名临到我们神的儿女当中，带出这个治论和治理。看到那个地啊，像干旱之地，是接受了这个水分和这个滋润，就变成是什么？更新，更新改变，更新改变。哦，主啊，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何西雅书第10章第12节，何西雅书10章第12节，你们要为自己来耕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奉主的名祝福，主啊，愿你亲自的感动每一个等候你的心，在你的面前接受主的道，接受主的种子。每一天灵修祷告里面，愿主你的爱充满，愿主你的治理临到，让我们得了你的话，我们的心中充满了之后，就能够在我们的田地里面带出你公义的这一个你的公义的治理。现在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奉主的名祝福，是耶和华的面我们要寻求，现今就是当寻求耶和华面的日子，当以耶和华神为乐，当以神的儿子亲嘴，当要以主耶稣基督我们的良人为我们的喜悦。因为我们要等候他，我们仍要等候他，直到公义如雨降在我们的身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是敬拜的时候，在最高峰就是要奉献给神，我们是全人来到他的面前俯伏敬拜奉献给他。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28章，创世纪第28章，从第20节，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我们看奉献的那一页哈。天父，我们感恩，因为你说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月里与我们一同来立约，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愿你天国的旨意亨通降临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如同雅各所做的这个祷告啊，我们宣告是耶和华神是在我们生活在这个地面上面一切的路上，是保护我们，赐福于我们，赐给我们有食物、有饮食、有饮料啊，有食物，赐给我们有衣服穿啊，赐给我们有平安，并且是带我们是从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平安的带回阿爸父的家里。我们就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并且将十分之一来献给他，来承认我们是他月中的人，也是他所保守的人。天父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你的赐福临到我们每一个十亿奉献者。我们把十亿向天父来举起，我们站立在神的面前，是以十亿奉献来到主的面前，来承认我们在月里是属耶稣宝血埋赎回来的，是神供应赐福给我们一生供养。感谢赞美，哈利路亚！奉主的名释放出主的赐福，是打开天窗倾覆下来，甚至无处可容，并斥责蝗虫。我们手所栽种的，在未熟之前不会掉落。众国万民称我们为有福，我们的田地是耶和华神所赐福。奉主的名领到每一个十亿奉献者，庞大的祝福充满充满充满。天父感恩，因为你带领我们是超越地面的这个经济系统，我们是到天国的经济系统来运作。也祝福那些向神来是以自由意志来撒种的，祝福这个自由意志的撒种，哈利路亚，要回到来你的是耶和华神所赐的义，还有他的壮家，按照你所量给他的，他必量回来给你，而且是30、60、100倍。奉主的名成立在每一个撒种者的身上，主的这个倍增和壮家临到，奉主的名临到，直到有天使天君的这个帮助，把一切的资源带到属神的儿女手中。相信在来的这个星期会有好大好大的壮家领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喜乐感恩的心充满神的儿女，也求主赐下这个是相称相配的这个智慧，使我们知道懂得如何来运作，而且把神所给的倍增的资源带到回来的时候，懂得如何是分配到适当的地方，而且带出倍增，把荣耀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还是向菲伯特斯来奉献的哈。现在开始多人是在网上来奉献哈，这是电邮。记得我们的这个地址哈，是教会的这个邮件的地址。favorinternationalchurch@gmail.com， 全都是小字啊，三个连在一起，中间没有空间的。favorinternationalchurch@gmail.com 啊，是这个。然后呢，你有一个你填的时候哈，他说有一个 confirmation 啊，就是有一个确认，确认呢也是同样写回Favor International Church 的这个 email 的这个地址。好，那我们每一次都会回复你一个的 email， 你就把我们所回复给你的这个邮件哈，当着你暂时的这个收条。记得要把你的报税的姓名、地址啊，还有这个联络啊，是在金石里面哈，是现在是实用的那一个啊，请大家写清楚。哈利路亚。大家是撒种了之后必有收割。凡是呢写支票给教会的哈，请抬头写英文名而已，叫做 Favor International Church， 啊 ，Favor International Church。然后你就寄给我们的这个信箱啊。这些奉献的步骤呢，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已经有 favorIC.ca 啊，那边有写明啊。现在大家已经是撒种的，必有倍增30、60、100倍。今天哇，非常高兴要和大家来分享，特别是年初的时候哈，好多是从天父而来的这个感动啊、带领啊，
啊，要和大家来说明。啊，今天也有一个异梦，和大家来分享，是关乎，有这一个的福性要爆发在，我们的当中。今年的主题呢是更大的亮光，就更多的荣耀，更大亮光，更多荣耀。阿爸天父，现在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个，是来收听收看的。主啊，知道这不是偶然，乃是你的圣灵的运作。愿天父的灵浇灌充满孩子，把主恩膏孩子，把主的话是说明，让听的听得清楚，让要明白的心里就意识明白过来，而且有从主而来的恩膏恩典，能够把所听的是能够行出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出一切的见证。哈利路亚，主啊，愿你在今年2022年的这个日子里面给我们看到你在全球的这个运作。哦，天父的作为可伟大，必要彰显出他公义的治理，直到全球全世界的人每个国家都真要知道他是神。我们也感恩，因为天父你差好多的天使天君来出动啊，把一切在地面上要做治理的，主啊，是要按照你的恩典恩膏，把你的事情是行出来，在奉主的名祝福全球性有这个神伟大的作为彰显出来，祝福每一个的心是能够接受，而且是进入神所给的丰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更大亮光，更多的这个荣耀啊，有一个的啊，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诗篇67篇啊，先读一读诗篇67篇。天父说，这一个诗篇是给我们在恩宠教会今年的这个诗篇啊，因为呢，他说我们的地已经出土产，是一篇的这个诗歌交于令长哈，用丝弦的乐器，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非常不得了的啊，是从年初他就决定以他的脸光来光照我们，我们是走在蒙恩的路径当中。然后呢，因神如此的眷顾光照着我们，带出来的是他的丰盛，好使到世界得知道主你的道路，万国得知道你的救恩。今年里面神的救恩要爆发性的在全球彰显出神的旨意，多人会归信主，因为多人来寻求义，多人要寻求公义。感动里面呢，圣灵说是因为要伸冤啊，伸冤在乎耶和华神，我们的事情交托于主，凡是有需要的要交托于主，因为主必为你来伸冤啊。所以好多的人就开始寻求神的义，因为对那一些不义不法的越来越气愤啊，越来越愤怒。那是我们祷告主在恩典当中保守人的心，不要因愤怒看见不法之子啊，看见那些不公义的事情而心里发怒，变成作恶。求主你勒住人的心，使到人可以降服在主你大能的手下。要知道耶和华神是真神，必要执政掌权。凡是等候你依靠你的，向你来伸冤求告的，主啊，你必拯救，你必施恩，你必带出你公义的判断，而且让你的儿女得着你的公义，得着主你的大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影响呢，在今年2022年神国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在不同的地方会爆发出类似同样的啊，这是一定有神的公义是要彰显出来，因为伸冤的缘故，神必听教会所带出来的代求代祷。第二呢，众教会啊，包括恩宠教会 Philippi International Church 应该是站立在这个代祷的岗位上面，继续的是忠心代祷。我们知道诗篇这个以赛亚书62篇有说啊，以赛亚书62篇1-7节说，我们不要让神来歇息，不要让神来休息的意思，
一直到我们是不断不断的来寻求，来祷告，来呼求他的时候，他必使到他公义的治理要降临在地。今年里面会爆发性的看到许多公益的平台开始，我看到的那个图片哈，就是好像那些刚刚是发芽出来的太阳，是晨光照起来的时候，啊，是温暖的这个阳光，然后呢，那些绿色的小植物就开始什么萌芽，是从泥土里面转出来了，爆发出来了，看到有亮光，看到有神的盼望，看到有神要带出来的公义，已经栽种了，也已经浇灌了，现在是发生发芽的时候，奉主的名之后成长起来，是影响全球，奉主的名，阿们。今年许多的民主都有这一个的恩典，在主的面前是可以什么，是可以松一口气哈。不过天父也有提示哈，在今年里面是不同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移民，因为政治的问题啊，经济的问题，还有地面地间盘出窍，地势动荡，地球震动，还有一些的火山爆发啊，和这个海啸要出现的这个事情，不同的地方的人，会有这个的移民会搬迁。会离开他们的本国，离开他们的生活的这个岗位，要去到另外一个国家，特别为这些事情祷告。移民潮我们祷告主的恩典怜悯，特别是两方面。第一呢，凡是出于是神的儿女，是有神的旨意是无论是叫经历移民潮出现，没办法之下，好像但以理被带到去巴比伦的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是因为地势啊，是因为国家性的这个问题，所以感觉到要搬迁的时候，愿神的儿女无论神带到去哪一个的地方，奉主的名祝福，成为当地的这个祝福，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是成为当地的这个祝福。出现的就是耶利米书第29章第7节，就是神把你带到哪一个的地方去，你去到那个城市里面，你要求那个城市的那个平安，那个城市的那个平安会临到那个的地方。当你是求这个平安的时候这个城市变为平安，那你在当中居住的你也变为是有平安这是其中之一。然后另外的呢，就是当神的作为出现要来治理地的时候，有一些的人是移民潮里面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属于神的儿女，但是他们就是被环境是穷窘的那种问题情况出现，他们就要搬就要去到哪里移民都好这一些我们祷告主的恩典怜悯领到，愿耶和华神成为避难所，而且在他们的心中是给他们有一个愿意寻求神的心，让他们是能够得救，信主耶稣基督就能够得安慰，奉主的名得安慰，阿们。今年里面世界得知耶和华神的道路，他们也会得着救恩救恩会在不同的国家爆发出来，特别是要愿意与以色列来对齐的国家，都有福音的门向他们来打开。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这个敬拜赞美的这个事工会从教会当中爆发出来，有新歌是有敬拜赞美，而且敬拜赞美有神的恩膏下来，包括带祷，包括敬拜赞美，都是绵绵不绝的，不歇息的。为什么呢？是神的灵浇灌充满他的教会。今年里面你是还没有接受圣灵和火的洗的，你现在你需要接受圣灵和火的洗，因为神的灵要在你的身上带出他的作为。所以奉主的名祝福那些愿意接受圣灵和火的洗的弟兄姊妹，你说主啊，我降服，愿圣灵浇灌在我的身上，主耶稣愿你亲自来以圣灵和火为我施洗，奉主的名
陈立在你的身上，眺望一切的属灵恩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眺望起来，眺望起来，眺望起来。这一个的年代和时刻，我们就是教会要知道哈，我们是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执掌权柄，啊，就是我们是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坐在天父大能右边，是和基督一同的来执政掌权。所以我们全人是应该是透过圣灵啊，在里面带我们进到天国那里去，要看到天国的这个报告，要看到神的预言关乎末世讲的是什么东西，然后领受从主而来的吩咐，我们就活在地面上面是按照天国的启示。所以是虽然有身躯，但是我们灵里呢是活在主的第三重天，然后领受第三重天的这个吩咐，在地面上带出他的治理，是这样的，是从一个属灵的门、属灵的领域、属灵的看见和丰盛啊，我们活在里面，把它活出来、带出来，然后呢，主又开另外一个门，然后我们又在里面，神的国度里面再进入到另外一个门，是从主的带领到带领，主的吩咐到吩咐，主的丰盛到丰盛，是这样为主而活。所以记得今年里面哈，都是在灵里的这个活动啊。我们知道如此行的时候，爆发出来的是很大的这个敬拜和赞美，还有突破和得胜。因为这个2022哈，天父给我有一些的启示，有一些的亮光哈。其中第一个呢是包括马太福音第18章18到第20节。主说他是赐下给我们权柄，是在地面上做治理的。啊，我们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捆绑的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天上已经是捆绑了。我们在地上释放的是耶稣基督，已经是释放出来了的。啊，我是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意思是什么呢？在天上是已经捆绑了的，而且在天上是已经释放了的，因为耶稣已经来了。好，耶稣是从神差来，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担当，钉死在十字架上，以我们的罪性和身份死在十字架，并且呢，按圣经说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坐到天父大能右边，这整个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成就的这个救赎、这个救恩，整个是叫做神的义，整个神的公义就彰显了出来，是因耶稣被神差来，道成肉身，为我们担当死在十字架上，按圣经埋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回到天父大能右边。这一个叫做神的公义，在这整个神的公义里面，耶稣已经捆绑了的，我们在地上因此可以把它捆绑，耶稣已经释放了的，我们在地上因此可以把它释放出来，是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他所已经是成功得着的这些范围和领域，是我们可以在其中运作的，所以他赐下这个权柄给我们，是能够捆绑和释放，因为他已经捆绑了，也是因为他已经释放了。2022年，天父告诉我说，在这个释放和这个捆绑的原则里面，有一个的律是叫二，二人同心合意，两个人同心合意赞同的东西可以给我们成就。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中间啊，如果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是来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个的范围和这个的领域在哪里呢？是耶稣基督已经捆绑了的范围，耶稣基督已经释放了的这个范围，我们在这里面可以任求凡是已经捆绑了的事情，我们去捆绑，
可以成立。凡是耶稣已经释放了出来的，我们都可以释放出来。所以同心合一的两个人，你不需要2000人，也不需要20000人来赞同，只需要两个人能够在这个二的这个原则同心合一赞同，任何的在主治理了的事情上面，我在天上的父，这是耶稣说的，天上的父必为我们成立起来，因为他接纳耶稣已经成立了的这个义在我们的当中，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今年里面是叫有求必应，今年里面是阿爸天父一定带领，所以你要专心找到可以同心合一赞同的人，一同的来带祷，一同的来宣告，要知道你所捆绑的已经得着了，要知道你所释放的也已经是释放出来的。奉主的名，阿们。有一个原则和大家来分享最近天父提示在今年里面，特别是我们可以来使用，常年来使用，是犹大书第一章第六节。犹大书第一章第六节，主说有一些的天使，他们是离开本位，这些离开本位也离开他们自己的家的这一些堕落的天使，原来是魔鬼的尾巴，就是龙的尾巴，把他们三分之一的天使从天上是一同的卷下去，坠落下去，所以他们是叫做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这一些的叫天使，堕落天使也叫魔鬼鬼魔。圣经说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听清楚这个是神要装备我们的，我们可以拿起权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是把任何来到来影响你，无论在你的思想范围里面常常给你有不好的意念，那些是鬼魔的这个想法，是邪灵堕落天使的想法。有些人甚至到一个地步呢，他是控制不了那种黑暗的暗流在你的思想意念，要知道是一个污秽的河流，黑色的污秽的河流，要玷污你的灵、你的魂和你的身子。今天你可以把它处理，不单只是在这个心思意念出现的这种意念来抵挡主的真理的意念还有是什么呢？你感觉或者是你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一直以来有一些的循环，有一些的捆绑有一些的灵比如说拒绝的灵、羞愧的灵比如说贫穷的灵欠债的灵比如说是不饶恕的灵，你发现有这一些负面的影响在你的身上，好像留在那里不走，你要拿起权柄宣告这一句的话，你说你们这一些不守本位的离开自己住处的堕落天使，你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主耶稣用锁链把你们捆绑起来，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奉主的名捆绑起来，不可再有作为。从今以后你会发现你整个人就松了，你整个人就没东西来影响你，没黑暗的东西影响你，突然间你是什么？自由了。因为常天受那一些邪灵恶魔的这种影响，你得要把它捆绑处理掉。主说今年2022年，神的儿女，你要拿起权柄，你祷告圣灵来分辨出靠神的灵，什么是那些来骚扰你的灵，每一个你都说你是不守本位的，你是离开了自己的住处的，你就立他的名，人有立名的权柄，堕落天使比如说是离婚的灵比如说是欠债的灵比如说是愤怒的灵你要把它立名，使人愤怒的灵都可以奉主的名把你捆绑，
哈，色情的灵，奉主的名把你捆绑，宣告主用锁链把你永远拘留在黑暗里，不可再出来，等候大日的审判。奉主的名，阿门。宣告在你的身上，宣告在你家人的身上，啊，我们也宣告在整个的恩宠教会菲贝因之那时候 church 当中，啊，任何的灵是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堕落天使，是要来骚扰整个的菲贝因之那时候 church 恩宠教会的。我们现在就宣告，主用锁链把你们全部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奉主的名，停止你一切的作为，捆绑起来，不可再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看回这个经文呢，哈。我们知道有预言哈，有预言是关乎整个的加拿大和整个的这个多伦多城市，还有这个 Hamilton， 就是哈密顿。哈密尔顿的这个附近啊，都有这个爆发性的这种的预言啊。其中呢，现在是要为加拿大来祷告，因为加拿大在今年里面是要排列进入神所给的那个命定当中啊。主给我看到的有一个意象啊，是和有一些的讲员他们所说的那些预言，我发现有相似的地方。所以就把它提出来，好，之前提过，今年还要继续的提，因为要大家知道我们是朝哪一个的方向去，是朝福性的方向，兴起发光的这个方向，是朝看到众人要排队进到教会来聚会的那一个的方向。以前那些人排队啊，去打疫苗，现在是会排队要来教会的一直释放，对吧？以前的人排队看电影，排队看明星，现在排队看大救星啊，耶稣基督，这个是真的。那我看见的是什么呢？我就看见主的宝座，天父坐在那里啊，大概在这个位置，然后呢，从他的宝座下面下来有河流流出来，流出来的时候呢，就开始一点一滴，然后呢就成了一条小溪，小溪后来就变成一条大河，是这样流出来啊，是生命的河，我知道是生命的河啊。那主的感动给我吩咐他是什么呢？是要变成像 Niagara Falls 一样啊，要像尼亚加拉瀑布的那一种的涌流啊啊冲势，因为是代表加拿大啊。然后看到这个印象里面的这个生命的河哈，它流出来的时候，上面看起来是非常清澈的这个水。里面呢，给你一看到它，你会里面感觉到有个很大的一个平安，但是又是很大的一个震撼啊。下面呢，却像是什么？底下下面却像是这个火山的这个熔岩熔降出来的那一样啊，因为是什么？全都是日的，全都是出于神的性情，所以要把一切他所去到的这个地方要把它洁净过来。然后再看的时候，就看到流出来的时候有这个熔降出现，然后呢全球啊，看到全球呢，我就好像在上面看下来，那看到地球，然后有个湖圆的这个边啊，是这个水平线，水平线上面就是凭空有云呢，天空下面呢就是这个地，就看到呢有一个一个的洞啊，一个一个的这种水洞出来，就知道每一个洞就是一个家庭啊。凡是一个家庭里面这一个的河流出来的时候，是向着全球的每一个洞洞去，每一个的家，全球性会带出这个影响。然后呢熔降把它那种洞的那个墙啊冲破，原来在洞里面本来是止水，本来是甚至是有些是臭的，发臭的，变黑的，哦，很难闻啊，但是呢就是墙给冲破了，
然后里面那种叫做本来是止水，所以是好多污秽肮脏的东西是累积在里面的，这种都什么给冲走，不断的冲走的。到了一个地步，我看到有鱼跳出来，哎，我在说这不是叫一个家庭吗？每个洞一个家庭。主说是的，跳出来的是鱼，而且是什么，开始跳的时候是看到有鱼，后来看的是又大又真的是震撼的这种大鱼跳出来，所以是看到有多人得救信主，主的这个生命河使到人是福性灵魂苏醒，使到人是能够回应真理，回应他的公义，然后愿意接受承认耶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全球性不同的家庭当中，好多的人都愿意来觉知相信耶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然后我就看到越来越多那个洞水洞就很明显的就出现，然后呢整个生命的河水就盖满了全地，盖满了，然后里面的洞的全都那些鱼啊越跳越多的就出来了，好多。到了一个地步呢，全球好多的水洞好多的鱼就跳出来，而且是大鱼，以后出来的就是最大的鱼。哦，末世里面的这个神要建立的教会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教会，全球性的，大家都知道如何的连结，如何的祷告，如何的是建立这个祷告山，如何的是能够连结起来。而且那个救恩呢是不同的城市里面，甚至呢我知道有一个的感动甚至城市可以一个小时之内整个城市信耶稣，可以是这样。然后凡是资助帮助以色列的凡是是向以色列来对齐的，福音的门会在那个国家打开，庞大的福音的门会打开，城市可以一个小时之内都把整个的城里面的人都要奉献给耶和华神，是可以到这个的地步。还有那个因为生命的这个恩膏永流医治的恩膏一直在永流，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个医治好多人的生命可以得医治，很多很多的这个神迹奇事会出现。所以我看到是整个的地图全个的这个地图。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天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老主就叫我写一首歌，是英文的就是按照哈巴谷书第二章十四节，认识耶和华的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天地，如同海水充满海洋一样。我们现在教会现在是进入一个要爆发出来的这个福性要知道呢，教会的这个方向和目标就是我们是要迎接被提教会下一步要经历的这个事情是要被提。被提呢就是我们等候主的人在地面服侍主，知道主显示来到接我们我们知道圣经说这个时间没有人知道，只有天父知道，儿子也不知道。当天父看到儿子耶稣基督在天国里面准备好一切的这个，主说我去到我父家里有房子给你们预备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边有说的就是说你们不要担忧我去是给你们预备地方预备了这个地方在父家里然后呢当主耶稣预备好，阿巴父看见儿子所预备的都说整齐了，然后天父就必吩咐儿子现在去迎接你的心腹。这个时间我们知道在地面上面呢是使徒行传第三章19到21节是什么呢？这个时间就是天必勒住主耶稣基督，只等到福性万象福性，就是这个福性一定要爆发出来。神说教会一定要兴起发光，而且要
充充满满的看到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资源都要进入到主的教会当中，哈，这是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第60章第三到第四节所说的，这个约翰福音第14章第二节哈，你准备一下以赛亚书第60章啊第三到第四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我去呢是原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主耶稣现在正在天国里面给我们准备好一切，我们知道等候的是阿爸父说准备好了这一句话，儿子耶稣就来。在这个等候的这个时间里面啊，下一句，主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要在那里，对吧？是主一定会有个被提的这个事件哈，要来接我们，他是在云中与我们相遇，脚不踏地的哈，所以这个不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这个是第一次再来和第二次再来中间的这一个只有信徒才能够经历的这个被提哈，主在云中来接我们哈。当他预备好这个时段哈，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哈第3章第19到第21节，这里说在地面呢正在要发生什么事情呢，教会必须进入这个的福信，所以听清楚，有两类的叫基督徒，一类呢就是愿意知道神的这个方向准备好，而且愿意把福音传出去，要在密室里面聆听圣灵所说的，然后照着圣灵所讲的去做，你每一天朝着这个方向来排练，神要训练你懂得来听他的声音。为什么？因为你要迎接被提，你必须听到他的声音，而且要听到一个地步是听到末期号角吹响的声音，所以是一定是要在这里这样的来排练，来进入到神所给你个人的呼召恩赐和岗位。使徒行传第3章啊第19节，所以这一个要留心哈，你一定要按照神的次序排练，你如此你就能够兴起发光，能够把在你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如果不是这样做的就会被淘汰，于是就是说认为自己是跟随主耶稣的，但是没有在信心里面是什么把你所认为知道的东西行出来，所以那个不算为是信心，信行一定是合一啊，有信但是没有行为的那个是死的，这个是主说明的，所以千万不要自欺也不要欺人啊，要留心知道有一类的信徒会变成可以迎接被提，是聪明的童女，是每一天进入密室，是在圣灵里面领受恩膏，知道主吩咐你要做的是什么，为主行出来，训练你听，这等到你要被提哈。所以在等候的这个时间，我们是去广传福音，对吧？是这个马太福音的这24章啊第14节说的啊，我们要把福音广传出去啊，使到万民可以得救。然后最后的这个犹太的7年才到，所以在这一个广传福音的这个时候，你们当悔改归正，这个是过程，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天当悔改的悔改，每一天当要放弃救我的那种行为把它撤开，你要分别为圣迎接被提，使你的罪可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的面前来到，是地面无论发生什么的事情，心铁地的人会受影响，我们心铁天的人是有安舒的日子会临到，是我们的这个命定哈，我们的经历会和地面上是叫做心铁地的人呢是完全分开的，两个领域两个的经历两个的命定
两个不同的遭遇。安息的日子必要从主的面前来到，临到那些等候他的人。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我们的基督耶稣降临。所以暂时勒住主耶稣，唯的要万象福星出现，我们要爆发出这一个的叫做福星，带多人信主，看到那个的鱼啊，从那些洞洞里面跳出来，要带主的这个影响去到全球，使到他的影响能够进到每一个的家庭里面，爆发出来的哦，以后要信主的人可多过以前的多多倍呢。主也说过哈，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可以看看哈，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在井边和这个妇人交谈，主的门徒就发现主耶稣怎么坐在那里和这个妇人来交谈呢？哈，主耶稣说关于他的这个他所有的哈的食物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哈，然后主耶稣他说这一个哈34。约翰福音第四章34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他的工。”啊，主耶稣呢，他在地面上活着，他的食物每一天他的吃喝是什么？做神的旨意，做神的旨意，行出神的旨意，每一天都有神的旨意可以行出来。你要问问自己，靠着圣灵，哪一个是主要你做的？你马上去配合他。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来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叫发白了，可以收割。太多的人是可以愿意来信耶稣的。收割的人的工匠，是既除继续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这个要成立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说，那个人撒种，这个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马太福音第9章啊，35节，哦，经文一直出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啊，我们祷告主开我们的眼睛。现在在地面看的不是看有什么冠状病毒啊 ，Omicron， 不是看这些，乃是看到人的需要。奉主的名，祷告主你擦亮我们的眼睛，看到主所要我们看到的。人类人群当中，当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助的，主啊，因为你看到他们是，流离困苦的，哈，是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的，主啊，愿你开我们眼睛看到，愿你的怜悯的心充满我们。主于是对门徒说：“要受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天父，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祈求庄稼的主，在这个时候，主啊，你验证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是为主来发动起来，来建造时代的工人，而且是装备整齐，把他们是差迁到世界各地去，来做主你的工人，是收割庄稼。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看回那个 PowerPoint 呢？所以我们现在是进入是教会是最兴盛兴旺的一年，从一切的年日来比较，越来越荣耀，越来越丰盛，因为亮光越来越大，所以荣耀更大。看到主的荣光要充满他的这个教会，关乎神的这个荣耀要充满主的教会，有几个层面大家可以认识一下。第一个叫 Josa，就是关于神的这个威严的荣耀，关于神的这个名称呢，他的名字啊，比如说耶和华拉法是医治我们的神，耶和华
那个英文哈、啊，英文叫做什么？撒玛哈，是神与我们同在。耶和华其根奴啊，耶和华是我们的义啊。之后嘛，希克奴哈，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义。关乎耶和华的名还有他的名声，这个是什么？要全球性的是什么？是要报告出来啊，是要宣告出来。是带着神的这个荣耀的意识，啊，里面呢有启示性，关于神的这个神性，啊，有启示性的彰显，是关于神的神性，也关于耶稣弥赛亚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的救主，关于他的这个君王，关于他的这个位格，啊，是关于神本身，他一显明出来了之后，你就知道是荣耀啊。第二个层面呢是叫 kavod。卡沃呢是叫重的意思，就是有分量啊，沉啊，有这个分量，是神圣洁荣耀的那个分量，因为他的这一个叫荣耀是没有人能够相比，也没有是能够抵挡的。他的荣耀的同在一来，充满一个的人，或者是被一个人来经历到他的时候，你整个人像触电，你整个人就是像瘫痪。甚至是什么站立不住，要在他的面前是什么会倒下去，因为人是犯过罪的人，对吗？虽然是得救信主耶稣基督，在人的肉身里面呢，承受不了啊那一种震撼性的神荣耀出现他本质的那个分量。所以除非像圣经所说的啊，是比如说但以理经历到哇天使的出现啊，有主的这个出现，要什么按手在他的身上来兼顾他，对吧？我们也知道这个叫使徒约翰，他看到主耶稣基督荣耀的肖像的这个时候，哇，看到主耶稣的他的头发白如羊毛一样，对吧？看到他的眼睛是火焰，看到他的口中出来的这个道是像利剑，哇，他的脚像光铜，看到他穿长衣直垂而下，是站立在他的什么七个灯台，就是在他全部教会当中他是树立站立啊，这是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啊。当他看到主的时候，他是什么太大了那个分量，整个人倒在地上，主就什么按手在他的身上，使他坚固起来。所以大家明白这个，主必在今年里面向我们恩宠教会里面的人，主要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他自己，他把他的荣耀要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需要他按手装备我们，能够靠主耶稣基督得着力量，能够站立得起来，然后才能够承受得过来啊，是这一个的站立。然后呢是 Kina啊，叫做或者是 Shekina 哈 ，Shekina 就是有形体的荣耀出现，你可以摸得到哦。有一次哈，有个教会，他们就在美国，我有去探访过那个的教会，他们就说有个的经历哈，啊，那个的经历里面，就是这个牧师哈，他就跑去他们的这个诗班啊，在那里。那他的诗班呢就在一个房间里面就排练嘛，对吗？就先在那里唱敬拜，哎，他一打开门要进去，砰，他自己掉了下地上，哎呀，他就赶快起来，发生什么事情？哇，他要起来的时候觉得很困难，好像有一股的力量啊在里面就是出来的意思，他要想进去那个房间都难，好像隐形的一股力量啊是推着他，他就看到全部里面的人都倒在地上，没有个起得来，不同的人正在挣扎要起来，起不来，神荣耀的这个同在就彰显出现在他们这一班是刚刚排练的人，还没有去到那个大堂来敬拜，就已经在那里出现。哇，从今以后那一个经历以后，他们说啊，主就突然间给他们有一个的感动啊，他们的那个牧师就说，你现在要去，资助那些贫穷的，啊，是有资助贫穷的施工，
他们就赶快做个决定，打电话去找他们的 downtown 的那些有需要的那种 homeless 啊，没地方住的人呢，是街边街头的人啊，去关心他们。他们一当把这个事工一开发了出来，哇，神把好多的人都带到他的教会当中，然后有人甚至跳墙，啊，驾车经过要跳墙进到去说，我要怎么样接受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怜悯灵魂的心啊，我们求主是种在我们的当中，放在我们的里面，行动上要去把它活出来。阿们。Shekinah 就是有形有体的荣耀神的同在出现。那么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刚刚好做的这个梦啊，是关于这个荣耀的这个梦啊。那应该是两天了啊，就是星期六早上啊。那我做了这个梦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一个的商人啊，做生意的人，他是有一个的代表啊，就知道他是曾经接待过我们的啊，就接待过菲贝 International Church 啊。有一个商人呢，他就在神的这个荣耀的同在里面，他的眼睛睁不开，他就坐在那里，他是非常享受，他的眼睛就是睁不开哈，然后看到他的脸上哈，好像把它分成四部分，每一部分呢都有一些的红色的紫红色的东西啊，在那里出现，就在那里动哈。他就是眼就张不开，就知道有神的救恩，有神的救赎，有神的荣耀。然后呢，看到把他眼睛打开来的时候，里面看到的是全部都是荣耀的这个光，看不到眼珠啊。奇怪的就是能够上前去把那个眼皮打开来看，打开眼皮看，全都是这个爆烟花的那种，全是荣耀的黄啊，那种金黄色的啊，都是看见的，就是神的荣耀，就是看见神的荣耀。然后呢啊，他就动不了，脸上就好像有油有恩膏，就在那里非常享受神的同在。然后这个是第一个啊，那我就知道在梦里啊，知道接待过菲贝 International Church 的人啊，特别是商人，是在这一方面有他的这个经历啊，有可以经历到神的这一个荣耀的造访临到他们的身上，然后神一定是会恩膏做生意的，啊，是现在，因为之前呢好几年的这个宣告祷告，就是地面一切的经商贸易不适合神心意的，全部黑暗的骨牌是全球倒塌，这个已经开始，已经是成立了，对吧？已经是正在进行，现在到这个地步呢。就是宣告什么呢？凡是神公义的所立起来的，从神那里得着这种经商贸易意念的，这个要爆发性的全球的是治理出来，全部都要起来。所以你要来到教会当中接受这个的祷告，神所赐给你有什么意念，要来做什么的生意的，从他那里领受的一个祝福，你就能够把它开发出来，啊，是这个东西。第二幕呢，看见的是，就看到有两个的这个四方格哈，然后里面有黑白，那个黑呢就不像是那种暗暗的黑，不是，那是好像有反光的那种，是那个样子是像，是弧形的，就像条河。看到两个，然后呢，我就求问圣灵啊，这是什么东西？啊，求问圣灵的时候就出现什么河，这个河是油河，油的河哈，是油啊，如河流出，两条主流出来了。哦，我说哇，背景背后是白的，然后那个河是出来了哈，所以这是第二幕哈。主就给我那个的圣经，他给我的圣经呢是约伯记二十九章，啊，我们看约伯记第二十九章第六节，啊，关于奶，关于油啊，哈，啊，约伯记二十九章第六节，
然后第三幕呢，我就坐在那里，我就发现呢，我的脸也是充满了那个的油，然后呢，就是有荣光在脸上的意思，就是眼睛也就是打不开，我就是撑开那个眼皮，对吗？然后看到就是也是黄色的那种荣耀的光，就是整个就是在那里，站也站不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的那个样子，就是那样的东西出现，是知道有荣耀，是知道有恩高，又是知道有不同的地方爆发出这个火焰出来，世界各地有火焰出现的意思，乃多可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游成河。我知道这天父要恩高，恩高我在今年里面的这个服事，所以就祷告奉主的名也祝福社会流道菲贝 International 这是恩宠教会在这里的全球性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奶呢就代表是神的道，对吧？神的道是供应给那些是刚刚信主不久的，是需要栽培装备的，所以就是神的话要多起来，而且多的可以洗脚啊，也是说你走路的时候，你的疆界去到哪里，都是有神的道的这个范围和围绕在其中，而且磐石是代表主耶稣基督所带出来的启示，它本身就是启示，本身就是亮光，它要为我出油成河，圣灵要浇灌出来，要恩膏出来，所以奉主的名祝福这个成立起来，所以看到那两个四方格的白色背景的然后有两个主流是像弯弯这样子的，就知道里面有点闪闪的，知道是油，经文就配合起来，所以是非常感恩。我们看我们的那个 PowerPoint 我们祝福这个菲贝 International Church， 祝福这里是一个油井，奉主的名，阿们。另外呢，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因为我们是要走在神的这个荣耀的领域里面，记得是领你要进入到耶稣的这个门，耶稣是羊的门，我们从今以后做事做任何的东西都一定要在第三重天的这个领域我们的灵要靠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他带我们在里面，领你是进入到第三重天那里来做治理我们是经过主耶稣基督进入到这个至圣所，到阿爸天父面前，靠着主耶稣基督大祭司，我们就可以能够听见，能够领受天父向儿子所说的话，然后记得照做然后呢，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本身就是这个道路，他的这个天梯耶稣是天梯那个天梯的脚呢是在地面，就在他的教会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叫天的门所以主的教会呢就是天的门，属于主的心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的天梯可以上到主阿巴夫那里去，我们知道是主耶和华神是站在天梯的正中上面而且是有天使天君在旁边上上下下在那个楼梯上上下下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凡是我们向神祷告的，天使就把他带上去，然后呢天父就把我们所祷告的东西还有他喜悦赐给我们的就叫天使带下来。这一次我看到的是好多的天使天君是飞行，而且那个样子是这样的，这样子飞就是这样子出来两边都有很多来一起的运行，而且很欢喜快乐。天父有一个的引导，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把第一重天和第二重天一切的这个连结奉主的名把它废除，拿起权柄把它废除，然后宣告犹大书第一章第六节就是说离开本位的那些天使，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主用锁链把他们囚在黑暗里面，等候审判这个
大日的这个审判，让他们不能够出动，而且是奉主的名切除第一重天和第二重天的这个连结。第二重天是黑暗势力执政掌权的这个地方，第一重天这里呢有黑暗不法之子啊，他们就是合法化的可以给第二重天有地步进到这个地球来运作。我们是奉主的名把它废除，阿们。这个是要这样子祷告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天地的这个意象，是代表每一个的人，你要透过主耶稣基督，你要进入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对吗？你要是超过第二重天，从灵里要进入到第三重天，在那里和神来沟通啊。然后呢，记得马可福音第十章，还有路加福音十八啊，马太福音第二十章所讲的是什么呢？啊，两样东西。我们是照耶稣基督，你所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照原样把他带着在你的里面，哈，把主耶稣基督带着在你的里面。然后呢，要把凡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个要做的这个事情，哈，你就让耶稣坐在你的身上。记得我们看看马可福音第四章哈，马可福音第四章哈，第三十五节开始，门徒把耶稣啊，你认识耶稣到哪个的地步，你就把你所认识的耶稣带在你的生命里面，装载在你的这个瓦器里面，对吧？他是这个宝贝在我们的这个瓦器里面，你就把它带着。然后呢，你去到哪一个的地方，你要知道耶稣一定有吩咐的。他对门徒说，我们渡那边去吧。但是他们在经历的时候啊，你看呢，门徒离开众人，耶稣扔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英文有个翻译非常好，把他一同带去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本来就是这样，然后就是这样的把他带去。 Just as he is， 如同他本来是这样，然后就把他带进到那个船里面去啊。然后突然间呢，就起了是什么？起了暴风，然后呢，这个的波浪打入的这个船内，甚至呢，船要满了这个水啊。就是说，你带着主耶稣基督，无论你去到哪一个的地方，甚至有一些你不知道突发性要发生的这个事情，甚至如果是在祷告了之后仍然发生的时候，要知道主是仍然是在你的同在里面，他没有离开过你，他与你同在。但是你的经历就恐怕算命，恐怕危险，就是给环境给震撼了。主提醒我们说，他与我们同在，不要害怕，你就呼求主，呼求主来救啊，呼求主来帮助。那主耶稣会是怎么样呢？他会斥责风，他会向海说：“止住吧，啊，住了吧，静了吧，对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就可以平静。记得在今年里面，无论你进出哪里，把你所知道的耶稣带着在你的生命里面，进出与他同在。主耶稣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个是和信心有关系的东西。好，但是门徒却发现什么？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的。主要让我们经历到他的伟大的那一面，是你以为他本来是这样，你还没有意识到他之后是怎么样的。现在你要认识你的主，阿们。另外呢，看回那个 PowerPoint 哈，主要带领我们哈，照原样把耶稣带着上路，因为他是在你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之下，必然是与你同在，也能够救你。第二呢，凡是你发现主在做事情，就等于主耶稣经过的时候，他这个经过啊，每一次说耶稣经过呢，就是要
显明他的神性。你在今年里面会更认识主耶稣基督更多，你发现到他正在做事情经过的时候，像彼得一样，主啊，是你吗？是你叫我过来，马上什么抓着，马上叫他带领你上去。哦，祷告奉主的名，祝福这个装备出现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愿你经过我们的时候，让我们都抓着主耶稣不放，像这个雅各和天使来摔跤，哈，不放就是不放。天使说：“你放我走吧，天就快亮了。”他说 ：“No， 不放你走，你得要祝福我，你不祝福我就不放你走。”大家说，我们是这一类的人，我们是雅各派的人，是改名为以色列的人，因为主的天使说嘛，你要改名为以色列，因为你和神和人来摔跤来塑跤都得胜。奉主的名，我们就是那一类。 Amen Amen， 要得着神的赐福，记得一样东西，神必定将你生命里面的这个叫私欲，他会刮一把把它废去。奉主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哦，感谢赞美主。哇，时间过得快，赶快说完这个哈。今年呢，很奇妙的一年哈。这个呢，是从犹太当中所带出来的哈，是关乎这一年啊，2022年哈。2022年呢，有一样东西要大家留意的，就是一定要主在主耶稣里面要够休息，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足够的休息，哈，不要忙好多的东西，应该睡觉，多多睡得好，睡得饱，而且是什么，祷告主吃香异象异梦，然后把它写下来，这个是非常重要，哈，主必有他要带领你去的这个地方，在这一个叫做休息的这个时间，哈，今年哈，好好的休息。有两样的东西，一个呢是叫 repeat， 一个是叫 change。当你一睡醒的时候，这个很重要。你一睡醒，今年是睡醒的时候，对吗？你一睡醒的时候，会有重复的事情发现，或者是会有改变的事情发现。你睡了，然后醒了，做了事情，再睡，对吧？这个是重复。对吗？每一天晚上你去睡觉，这是叫重复。但是每一次你醒过来的时候，奉主的名宣告，必定是有改变。不要重复以前在睡觉之前所做的事。你要睡了一觉之后醒了过来，马上有12个小时可以带出改变，重复的循环当中，每一次一睡了之后醒过来，休息了之后一醒过来，就要在12个小时里面，主耶稣说有12个小时可以工作，白昼，对吗？于是说有亮光出来的这个时候，有这个亮光治理的时候，12是代表一个的领域。当你看到有神的道，有神的亮光出来的时候，马上开始介入参与来做那个亮光带领给你要做的事情，以致你的生命不再一样，带出这个改变，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今年里面每一次的重复睡觉，好好的休息，醒过来之后一定是把那个改变活出来。奉主的名祝福整个的菲贝International Church弟兄姊妹和家庭，都变为能够如此掌握进入在这个领域里面。奉主的名，是从转换到转换，改变到改变，一直到在重复的这一个
循环当中重叠当中，却带出全部的更新和改变。就是已过一切变成新，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诗篇啊，89篇30到35节说，主耶和华说，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神说，我是不改变的神，我不会背弃我的约，也不会改变我口所出。所以我们要知道，当你一睡醒之后，你要知道神是不改变的神，他应许过要成就在你身上的事情，他一定会做。你就要参与在其中，你就要朝着那个方向去，开始做这个新的，不要重复回到以前的那个熟悉的环境，而没有进度。没有进度的呢，危险，这变成会沉睡。今年呢，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叫做 The Year of the Squirrel， 松鼠的年。啊，松鼠是进入什么？冬眠。啊，冬眠的时候呢，就在那里不动，然后就进入一种沉睡的这个状态。人呢，不需要冬眠，人呢，是需要睡觉。但是呢，因为今年2022代表松鼠，2022是什么？你就要在休息的这个时间，好好把之前的东西全部放下。醒过来的时候，马上知道有亮光，有从主而来的加给我一切的能力，我什么都能够做的这个能力，是开始把新的要活出来。掌握，掌握，掌握，哈利路亚。主说，我一定不改变，我的应许是真的，我所立的疆界，神所给的循环，所立的疆界不改。但你在这个不改的疆界当中睡眠，醒过来，醒过来的时候带出一切的改变，哈利路亚，奉主的名，阿们。天父也给我们一句话哈，就是箴言第12章24节，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因为懒惰的人必在他醒了的这个阶段是依旧是什么心啊，是依旧纪念古时的事情，依旧是纪念他留念的事情。千万把这个奉主的名这一丝切断，奉主的名阿们。一丝不留念情绪的问题，一丝不留念，奉主的名阿们。以免你变成回到之前去，活在里面，安逸在以前，这叫懒惰。你看，原来殷勤的人的手是一定要起来掌权的了。就在这个睡呀醒啊，睡呀醒啊，这52个周，今年2022年里面，我们奉主的名，有一批的人会变成不同，是殷勤人的手必掌权。箴言20章13节，不要贪睡，免至贫穷，眼要睁开，你就吃饱。眼要睁开来看什么？要有启示，要有亮光，看到神所给的亮光，走在其中。今年是要踏出去，参与在神所给到你的看见当中，不要停顿，不要等候，马上进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哦，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啊。阿爸天父，我们赞美你。主啊，感谢你吃下来有恩膏有恩典，带领我们领你向主是活的。因为你说我是活人的主，我们是属主的人，所以我们是活人，而且在地面要迎接被提。天父，感谢你，你说你的教会要兴起发光，而且兴起发光到一个地步，我们是要使到周边
会看到人要从外面进到神的国度。哦，我要用这个来做结束祷告哈。以赛亚书第60章，奉主的名宣告，兴起发光，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里，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的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你举目向四方来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时，第5节，你看见就有光荣，你的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18的众人都必来到，又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击打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泥巴月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神必荣耀他荣耀的殿。我们宣告，我们的居民都要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神所种的栽子，是神手的工作，使神得荣耀。至小的主，奉主的名，要加增千倍，微弱的果必成为强盛。耶和华说，我要按定期数成这事，奉主的名成立在地，如同在天。阿们。我们一同来敬拜赞美他。
从繁荣
Thank you.
导我们的心。迎接我们的主再次的到来，接我们回新耶路撒冷城，与他永永远远的在一起。赞美我们的阿爸父，主啊，我们的心何等渴慕，心中向往锡安，渴慕是来到主的面前，众人能够彰显出来，而且来朝见独一的真神。众人如同一人，是耶稣的心腹，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主耶稣是我们的良人。阿爸父，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何等何等美好的神所给我们的命定，我们一同来接受从天父而来的赐福。愿阿爸天父赐福给你，保护你，愿天父使他的脸光光照你，赐恩典给你，愿天父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哇，非常非常充满哈，又非常满足的神荣耀的同在，感谢赞美主。我们有两项的这个报告哈，第一个呢就是星期四，凡是星期四晚上7点钟，我们会有双语的，就普通话和英文的，是凯盛之使，这是一个医治释放的这个聚会。凯盛的这个时刻是什么呢？是耶稣已经得胜了一切黑暗的势力。我们是要以信心进入到那个的事实里面。你一进入的时候，你就得医治，生命的江河也涌流充满你，这是如何真的一个的事实啊！愿主的灵带领你进入，是经历到这个真正的这个事实，人的病可以得医治，因为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神。也可以得永生，因为他是赐下生命江河的主。那我们第二个的报告哈，是每周的这个本周启示亮光哈，这个星期呢就会和大家来分享关于天父所感动给我知道，是关于要来的这一个星期啊，是有什么东西他要和我们说，然后我们是分享了之后就祷告排练啊，天父说要这样做，就等到我们见主的面。记得我们在下次再见之前啊，弟兄姊妹要涂抹耶稣基督的宝血在你的门楣门框，命命天使必然越过啊，不要怕疾病，乃是拿取权柄，涂抹耶稣的血，命命天使就必然越过。记得要宣告诗篇91篇，把神的话拆进你的整个的氛围里面，也就住在神的道的治理的氛围当中啊。所以我们祷告的就是主赐福给每一个，保守每一个是平安和健康的，而且以信心期盼神的作为。下次再见，祝福大家。